喂，大家好，前不久发了这个中医的50.95这支镜头的开箱之后，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在问这支镜头的实拍体验怎么样。然后今天呢，我也是到前门附近昌浦河公园包括仙溪口里面其实拍了一些片子了，那么能够去尽量的去体验一下这支镜头的成像的这种品质了，包括大光圈的这种成像、边缘的成像，然后边角的失光，还有就是各档光圈下的这种表现吧，包括拍的七七八八的这样一些作品，大家看一下这种实际的表现是怎么样的。那么整体给我的感觉是什么？那这支镜头的重量其实坦率讲不算轻了，那么挂在脖子上时间长了的话其实也会觉得有点重，所以最好呢你配一个肩带挂到肩上。它的售价呢是4990，目前我得到的消息是4990的一个价格。那给我整体的一个感受就是先说点不好的。那么感觉最不太好用的地方是什么？是它的这个对焦速度，因为手动对焦的话，那么不论是抓拍啊还是接拍啊，对焦速度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我因为它对焦行程比较长，所以拍的时候这个对焦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尤其是你要在街头去进行一些抓拍的话，我觉得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如果你拍摄的题材不是那么要求快速，可以慢慢的去调整的话，那么还是不错的。那么还有一点比较大的一种感受就是它的这个光圈吧，0.95。很多人问0.95的光圈到底可不可用？我的感觉呢是这样，可想而知，0.95最大光圈的成像一定不是最好，甚至比 F16 的时候还要差。那到 F 几的时候，它是比较不错，能够让大家去接受的一个画质的。我个人的感觉，是到 F2 的时候，这个成像品质已经是很不错的。那0.95，有人说这支镜头0.95成像不好，或者说没有那么好，那我怎么用呢？我的感觉是0.95的时候，它的这个焦外的这个成像的效果会非常的好，非常的油润，而且非常的朦胧，非常的漂亮，这种空气感跟氛围感的这种烘托效果是非常好的。那如果你对于成像品质要求比较高一些，F2 到 F5.6 F8 的时候都是不错的，F16 的时候我也试了，那么成像呢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就是它比 F11 的时候的这种成像的衰减没有降太多。那边角的成像呢以及这种成像素质这种变化到底差多少那么手持拍摄的这种效果怎么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相关的样片，我来这块再跟大家具体去说。接下来我们通过实拍样片来看一下这支镜头的实际表现吧。这个是龙的眼睛，100%放大啊，最大光圈的一个主挡。这个是焦外啊 ，F0.95 下的这个灯笼的朦胧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那么主挡拍摄了北京建楼的中央跟边角的一个成像，做个对比啊。那么大光圈下的这个成像可以见到了啊，稍微有些散。那么边角 F0.95 下的这个色散能够看得出来了。这个是 F5.6 到 F16 的一个变化，那成像细节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是边角那成像素质还是比较好的。接下来我在北京的昌浦河公园也是拍摄了一些画面了那么这幅图像100%放大之后看中央的成像还不错。这个是最大光圈最近对焦距离拍的一个郁金香，可以看到焦内的这个成像稍微有一些朦胧，那焦外的这个柔化效果非常的赞。这个是逆光拍的一棵柳树，放大之后呢也是色散，最大光圈这个色散还是一个问题。那么这是昌浦河的一个街景 ，F5.6 拍摄 ，F5.6 下的这个石头的质感细节还是非常的好。这是拍摄的一个木门，也是最大光圈的一个表现。拍摄的一个石墙也是最大光圈的表现，能见到轻微的色散。这个是拍的一个灯笼，暗光下的一个效果，成像细节非常的好。拍摄的一个糖人，也是 F0.95，能看到一点点的色散。这两张呢是在同样的一个位置拍摄的一近一远两个焦点，可以看到虚化拍的旗袍的一个细节这个是刺绣的一个质感整体来讲我觉得这支镜头的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了。所以大家对这支镜头还有什么不明白想问的，我们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跟我进行讨论。